翻到嚟第二节动漫废物，咁啊上半场咧就主要系等阿豪一个人扭过我哋几个啦，咁下半场咧就唔系啦，揾埋 Ricky 咧一齐嚟做阿豪咪做个配合，做个配合有啲担当啊，系啦，可以做下撞墙啊咁样。咁其实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今年有即系喺对于我哋嚟讲啦，消费者或者读者嚟讲咧，咁啊叫做有三本新书啦。你计埋旺角站，系啦，旺角站啦，一封啦，大洲人士啦，同埋帝王战记嘅。咁好奇怪嘅就系、是，除咗想试下水温之外，但系试水温都可以用另外一种模式噶嘛？点解会收得咁密呢？其实因为做唔切，即系最尾终于做得切啦。其实系咁嘅，系啊，因为我哋去到最尾真系好 last minute， 我哋都惊我哋。因为我哋知道咧，系机械人设计咧系最重要嘅一环嚟嘅。惊乜嘢？即系最到 last minute， 惊乜嘢做唔到？即系因为你啲嘢，因为我用咗嗱，如果咁我八成时间用晒条机械人设计，剩翻漫画同做书嘅时间，可能剩翻两个礼拜。哦，即系就惊有啲模型，但系就冇书。我惊系得设系模型，因为你个设计仲改紧啊嘛。改完之后就出 3D 图，出完 3D 图再上埋色，再监修，改完先至可以做模，先谂点做个公仔，咁就死啦！你有冇用个时间经历？我哋用咗八成时间嚟画设计啦，已经。咁啊，行得前咗一步。点解最初会有呢个 project 咧？开始嘅时候咧，就上年11月左右啦，就成立翻间公司嘅。咁我哋已经谂就系，一定系已经定晒噶啦，就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咧就系同 artist 合作，一个部分咧就开原创嘢。咁呢个就不变噶啦。咁另外再加上就我先揾翻就系我哋嘅专长先，我哋专长就系我 partner 啦，佢系自己嘅生意一向都系做一啲同日本攞授权，因为出产 figure。嘅呢门生意嘅，咁即系我就谂下呢个专场入边，我可以点发挥，可以点做啦？咁呢个专场入边，咁我就有冇嘢系我又中意，而又用到佢个专场咧？咁跟住乜？你仲要讲？咁咪机械人咯？机械人多，哇！你一个讲呢样嘢着灯啦，真系。哇！我哋好似呢代真系嗱，头先有人话唔系睇呢度，即系我谂起码有七成以上都系睇机械人大。诶嗱，熟咗啦，好想啊，头先唔系咁讲嘅，头先九成啊嘛，有唔系十成咩？系头先系啦，突然间勾口兜面啊！我咧我冇睇，哑咗谂。唔系，其实我真系觉得系整整一代人都中意嘅，咁唯独住就系有啲抱负啦，就系我哋香港人冇人做过，即系当然有做，但系都冇好有。規模正規咁做啦，即系试下试下咁啦。咁我谂不如大規模地自己试一次先啦。咁我譬如就定咗方案啦，唉，唔使谂，就咁行啦。讲下佢就系，你谂下个过程入边几痛苦咧，就系有冇 ban 过佢又系唔得噶，唔系授权嘢咧。香港够机械人，香港够系啊。其实系我怂恿佢。点解你会觉得香港嘅原创机械人系有可能咧？唔系，其实好坦白讲，我自己就系一只漫画精加机玩具精嚟嘅。咁啊，其实未识阿豪之前，我根本都系佢读者嚟嘅。咁睇好真心嘅睇咁多年嚟，港漫题材得一个嘅啫，大家都明噶啦，武侠。咁其实所谓有某少少嘅科幻，其实都系离唔开，都系武侠嚟嘅。玄幻武侠咯，系、就、啦、是，系啦。其实即系挂羊头卖狗肉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硬科幻都系加件斗篷，神兵都系科幻几啊？系啦，即系硬科幻都系加件斗篷，一对军靴，加件背心就系科幻嚟嘅。咁我觉得唔应该五千年之后噶啦嘛，已经系咯，但系唔应该系咁样噶嘛件事吓。咁我即系。由细到大都系睇机械嘅，我真系由铁甲男开始啊，即系套套即系无机械不欢嘅人嚟嘅。咁出到嚟有机会做生意咁啊，当然梗系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噶啦。咁啊，机缘巧合都系做呢啲嘢。但系去到其实呢一两年咧，有一个好樽颈嘅位啊，咁就系仲有啲咩机械好做咧？好似坊间都铁甲男都二三十只噶咯，啊，即系冇一只机械差唔多有价值嘅机械人。唔好话我自己或者其他公司都攞晒嚟做，咁难得识到阿豪夹紧嗰样嘢嘅时候，我哋就喺度即系谂啦。
其实对大家嚟讲都系个出路嚟嘅，即系要揾一个新嘅方向，要有转成嘅件事。咁就系第一件事，其实就系我怂恿佢，我最熟就做机械人，可唔可以做到香港人做嘅机械人？就系咁样开始咗。哦，但系譬如如果以香港人做嘅机械人为作为一个出发点去谂啊。会唔会其实有冇谂过，譬如系揾 Phoenix 合作，系将香港重机加古仔落去？而但系点解会谂一个原创嘅机械人古仔？系咯，先后次序唔同嘅，就系我哋谂嘅时候咧，系应该俾香港重机先嘅。哦，系啦，咁我哋谂就原创，就谂就同埋我哋都系睇日本机械人大嘅，咁变咗我哋都系偏向谂嗰一方面。反而咧有一啲位我系好坚持嘅，就系喺个设计上，设计上咧我话如果我哋冇我哋特色咧，我唔。冇立足点，我做唔到啊！咁变咗我就必须要谂，就系话，其实呢一批机人有咩特色？咁而我就当时我谂一个故事啦，那个故事其实同可能以前嘅远古嘅帝王相关啦。咁我就我想将一啲中国嘅特色嘅图腾摆翻落去。咁譬如好似有一啲中式嘅北狮啊、龙图腾啊、长云啊呢啲，所有嘢我都摆翻入去机人设计入边。咁呢个系喺无论点，我系坚持嘅。其实呢个系。但是你哋之间点样合作呢？因为你设计啦，但是平时你画咗咁多年时装、古装，正如头先讲，香港系冇机械漫画噶嘛？我系冇一啲判断噶，即系嗱，我好记得当初咧做嘅时候，系因为阿识我 partner Vicky， 佢系揾我画一啲佢产品嗰啲封面嘅。咁、那个封面呢嘅时候咧，其实嗰下就正正挑起咗我个瘾啦。其实，系我中画得开心嘅就系。咁再而咧，跟住就阿 Santa 就揾我倾，话不如我想你开个讲座 ，share 一啲你自己嘅创作生涯。跟住咁讲咩啊？你想我你自己谂咯咁样。跟住嗰刻就话，我嗰刻好想画机械人。咁跟住咧，我就好似自己一个倾，好似讲好似唔够惯咁，我就掹埋阿 Felix 一齐讲嘅嗰个讲座。咁嗰个讲座就系香港人画机械人个名嘅。咁跟住我嗰个时间就开始又諗返自己抄返自己脑入面有几多机械同埋諗咗几多嘢。係嗰其实嗰个概念係嗰段时间开始嘅。咁直至到做嘅时候呢，真係落实做嘅时候，我就咁啦，但我都希望首先做返个我自己开心嘅先囉，就係话日本机械囉。即係呢一种风格嘅机械，即係连驾驶员嗰啲。係啦，冇错啦，我会向呢个方面发展。跟住当然啦，正常都係我哋就諗下故事概念啊诸如此类啦。画咗咁多年，都即系时装、古装，尤其古装啦，系会唔会好惯咗手势，唔系好即系或者而家嗰个调整，嗰、譬如嗰个设计啊，嗰啲嘢啊，其实我系有啲唔肯定嘅判断嘅，即系每一个判断，以前嘅判断好有信心嘅我，而去到今次开头嘅时候咧，我判断系有啲偏差嘅，即系我会咧，喂，其实咁样谂得唔得噶？咁样咁 ，Vicky 就佢又好有信心啦。我睇咗机械人几廿年，我从来未输过，未错过嘅咁样。OK， 我就每次问佢：喂，点得唔得啫？呢度好似争啲，但系你又话：喂，咁点争啊？用你改啦。咁我不如撞，咁咪撞咗一堆嘢出嚟。咁撞完嘅时候，我谂就出咗呢一路撞下撞下，就撞咗呢五只出嚟咯。但系喺设计上面到实体化中间条路系好唔同啦，因为。画出嚟系点画都得，但系做出嚟个系另一个概念嚟噶嘛？唔系，首先分开开先，就个次序就系话，我就系谂晒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谂咗整个轮廓同埋后边嘅意思啫。系咪有好多细位咧？其实我都系觉得慢慢斗咧，唔知斗到几时，同埋真系唔系我擅长。咁我都揾咗人帮手嘅。咁其实嗰我嗰阵揾唔到人帮手，其实我觉得有啲啊死啦！我画几耐咧？要今日漫画册一定出唔到噶啦，就系可以话死梗噶啦。咁就机缘巧合咧，就遇到一个朋友介绍一个画机械人都几擅长，好中意嘅。咁啊，我入边啲嘢可以帮你手一齐做，咁就件事就快咗啦。你系原本已经系用机械人个 concept 去谂呢啲机械人嘅人设啦，定系用紧盔甲嘅谂法，然后去将佢转化做机械人嘅人设？首先我谂咗头先讲嘅中国图腾先。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即系有啲朋友今年冇入到去动漫展，而
咦，不如我就顺便又讲埋个故事啊。好啊，我俾你读晒先啦，我哋仲有廿分钟。OK， 咁咧其实个故事咧，我设定咧就系话咧，就系、是、远古时代啦。咁嘅每一代帝王咧都系受命于天嘅。个天咧选定一个人嘅时候，就掟粒晶石落嚟俾佢嘅。咁掌握到呢粒晶石嘅时候咧，咁就呢系呢粒晶石系一个力量体嚟嘅。咁佢就会可以衍生到一段盔甲俾佢咯。咁呢段盔甲咧就会衍生到，因为一人。那个情况唔同啊，咁佢呢件盔甲当时系点同今日起咧，可能唔一样嘅，但系就佢俾一件盔甲佢，而嗰着嗰件盔甲之后就会掌握到天下啦，就怕咁一代一代一代咁啦，但系去到今日咧，冇帝王噶咯，其实系咁有俾人泼咗墨，我唔讲呢啲嘢嘅，咁跟住咧就再谂就系、是、出现一个野心家，咁知道呢一个缘故可能嘅之后咧，咁就之后。揾翻呢一粒晶石出嚟，开启翻你个机械人复苏，咁就当然有正入必有反啦。咁有对立势力就又揾翻啲晶石出嚟，咁啊唤醒翻啲帝王出嚟同你抽过啦。咁就呢个就简单嘅故事啦。咁所以就跟住我就会揾翻就系当时个帝王个特质，然之后就开始谂个设计个机械人啦。咁所以入边个机械人咧就我定啦，初定嘅时候系秦始皇系大反派嚟嘅。咁所以咧，佢一个暗黑一啲，同埋最大份嘅。咁再呢个就最简单最易嘅，但系都啱啊！秦朝色上黑噶嘛，所以都系一个好准确嘅。哇！真系识嘢嘅，真系。我小弟勉强都系读呢科嘅。咁所以我就谂咗呢啲咯，譬如话其他嗰啲我都类似嘅嘢摆翻落去咯。楚霸王项羽咁样，我就。真系都要有啲霸气嘅，要咁呢啲基础喺入边，我都会谂埋咯。可以见到其实即系当然啦，动废嘅格言都系买书啦，扑街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冇入到场，你而家真系冇本书喺手嘅，咁可以稍微讲下，其实有若干唔同嘅设计咧，都系有头先阿豪有提过嘅一啲中式嘅图腾，譬如刘邦啦，系啦，刘邦我记得佢系刘邦其实我想去闻一啲嘅，闻一啲，所以佢相对咁多个咧，其实相对细粒嘅。咁同埋我又觉得加咗好多长云啊嗰啲嘢摆落去，咁呢个令佢嘅感觉就再闻一啲嘅帝王啦。咁跟住就我再谂就系、是。谂到刘邦一定系项羽一 pair 咁出啦，咁就咁啊大大份份，即系一个好大嘅对比先咯。咁再而就我谂埋武则天啦，即系呢个女帝我又必须要谂嘅。项羽同埋刘邦就系呢个强气功同埋呢个弱气手，去咗呢啲度嚟已经，我唔知道点搞落去咁样，发展唔到个故事。同人咯，等唔使你哋做啦。系咯，大家慢慢发挥啦。嚟紧除咗呢五个之外，仲会有其他嘅帝王角色出现。会，我想出李世民，你嗰只男都出咗啦，出咗啦，系。系啊，冇错冇错，即系嗰个草图。系啊，冇错，天策府。同埋天策府见到只男入边，如果冇睇错入边有个树林喺度嘅，我哋建构一个大世界啫。其实系入边应该乜都有自给自足嘅，我唔死人嘅。因为譬如嗰只男其实好大只嘅个设定系，因为譬如仲会见到头先有见过嘅系狮头啦，系啊系啊，有见过嘅狮头系红帽王，红帽系啦系啦。咁啊，另外会见到就系、是。有啲武将嘅形象啊，系冇错，应该嗰只就系楚霸王嚟噶嘛，如果系冇错，楚霸王佢呢个唐家霸王，所以有唐家霸王章嘅，系啦，都有，所以如果大家有或者嚟紧啦，再会买翻呢一本书嚟睇嘅话咧，咁你都会见到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特质喺度啦，咁但系咧。创作可以好天马行空嘅，即系画落张纸度咧，就画到点样都得嘅。系做出嚟唔系噶嘛，咁我俾人闹，俾人改咯。系啊，我落完我话 OK 就 OK 噶嘛，理论上不断俾人 ban 又几冇瘾啦。即系到时今日咧喺系你个 Facebook 啊嘛，系冇错 ，Facebook 就出咗五隻嘅，系呢五隻主角机啦。咁将来仲有几多就后话啦。即是说其实这些都定晒型啦。外观定咗嘅。Ricky 喺即係同阿豪往来即係拆板嘅过程里面有啲乜嘢嘢係譬如喺你哋制作呢个玩具嘅技术上面因为唔得所以同佢讲你改咗啦。好简单其实就係、是。
我会将佢哋天下行空嘅嘢，我实现唔到嘅，话俾佢听，我做唔到直接啲，我做唔到。有冇啲乜嘢嘢实际嘅例子系令到，譬如阿豪谂咗啲，我觉得，哇，真系正到扑街咧。唔系咧，真系做唔到扑街。其实咁样讲嘅，真心句，如果今时今日系无限 budget 之下咧，我哋系咩都做到。OK， 系啦，即系今时今日技术做玩具，有钱就得噶啦，有钱就可以任性嘅件事。咁我哋，但系我哋最初定出嚟个方向，始终都系要睇餸食饭嘅。咁我哋最初谂住目标系做朗胶，咁我就会喺喂朗。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做朗胶嘅系有好多限制嘅。即系朗胶唔可以做到太尖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我哋成日讲话扣，即系术语啲啦。我哋扣帽啊，出唔到帽啊，某一啲嘢做，即系嗰啲嘢，我就会同阿豪讲：，哇喂，呢、這个位置真系麻烦、啊，搞唔掂噶。有冇啲类似嘅 design 执执佢，令到可以做到？但系都好尖下噶、啊。嗱，问题就喺度啦。既然你解决唔到嘅话咧，咁我又话。唔得咧，我真系中意系咁啊，咁样咁嘅时间咬完一零胶嘅时候咧，咁 OK 啦，揾个中间位着墨啦。呢个中间位系啦，个 budget 又大咗啦。咁佢朗胶其实直入直出咧，其实如果纯朗胶系唔得嘅，你当条香肠咁啊。我哋要加好多其他嘅物料。系啦，香肠我咪插翻啲圣诞树啦。咁后边嗰啲咧，我全部出帽做啦，就一嚿嚿咁冚落着衫咁着咯。系啦，圣诞树咁砌晒啲饰物上去，咁而家就变咗出嚟嘅效果就可以一件件。一你我话个技术做唔到嘅嘢咧，系全大部分都做到啦。当然有啲少少极限制喺入边啦。咁但系而家喺限制上面尽量做都算唔错啦，都做到出嚟噶。其实真心讲，出嚟个效果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嘅。唔系你见到个 3D 即系我哋出嚟个实版啦，同个设定都系有啲差异嘅。设定上面啊，即系阿豪佢哋画出嚟咧，都系会比较可能人少少啊，或者啲线条个外形都系会即系再劲啲啦。我会讲咁，基于朗胶个大朗嘅限制，我哋都会四平八稳少少嘅，要都要执执嘅呢啲位都系要。我见到其实啲四肢应该系比设定图嗰度稍微粗啲啲。冇错，因为个朗胶嘅关系，我哋一定要有某啲位一定要一定要执粗少少啊，执壮啲啊，大啲啊。唔系，同埋机械人嚟啊嘛，如果我哋唔执壮啲，企唔稳咁点算咧？卜碌地咁样好丑样嘅呢件事。学 Band 咯，我出套星矢圣衣神话系企唔到嘅，唔紧要，我出 2.0 你会买噶嘛？最少我未有咁出现过架先。首先我哋要做咗系，我哋系变咗 Band 先。呢个系好紧要嘅，边单就出咩都得，正如出年 Sony 出嚿砖都有人买，冇错。咁但系譬如而家如果你睇直播，你就会见到图啦。咁虽然都系黑影啦，但系你我反而重点嘅系睇唔到比例啊。呢啲主角机而家大约系如几大左右？其实即而家五只主角机咧 ，size 由38cm 到50cm 嘅。咁跟翻我哋即系个漫画入边个设定嘅比例咧，我哋叫佢做1:50。嗯，系啦。即系如果有玩开高大嘅，都知道噶啦。咁约略高大1:100啊，1:144啊，咁啊1:60啊，咁呢啲都系最 common 嗰啲模型嚟嘅啦。即系 perfect grade 咪1:60咯，咁样啊。但系我又想八卦一下咧，即系我谂 Ricky 你之前做开嘅系一啲日本嘅品牌嘅代理，系突然间今次同曹总嘅合作，你要去由机设方面开始去同佢去斟酌啊，去踢桥咁样。其实你嘅难处会喺边度咧？嗱，我坦白讲难处我就唔觉得有咩嘅，同阿豪就唔系识咗好多年，两年零，咁啊，相对嚟讲，我觉得我哋啱 channel 嘅，倾到计嘅，即系佢会明白有啲嘢系要即系点讲 compromise 要妥协嘅，即系佢唔会话可能有某啲 artist 好啦，唔得噶，我一定系咁噶，冇得改噶咁样，即系我觉得如果呢啲咁就冇得再倾落去，冇得合作嘅。咁佢系绝对唔系呢啲人嚟嘅，所以我觉得件事系 O K 嘅，即系例如我头先咁样讲啦，做设定做咩，大家喺度撞下撞下嗰阵时系有一个互动喺度嘅，唔系净系得佢讲嘅啫咁样吓。即系当然啦，如果头先讲紧嗰啲主角机嗰啲机械人，大约嗰、那个高度就系咁样啦，大约售价又会系点样？因为即系我哋而家好似我成日喺 Facebook 讲，我已经出乜嘢我都唔敢讲话 take my money 咁样噶啦，即系冇办法，因为啲 money 真系咁啊。其实个价钱都应该合理嘅，咁我哋都系参考翻坊间一般呢啲咁嘅 size 嘅机械人嘅定价，朗胶我哋都系由1000到1800左右啦，即系因为个相对个数量我哋都会即系叫做试水温啦，我哋都唔会生产太多，都系大约500-600只啊咁上下。但是都想问一下，因为譬如
好多人都係從本書開始啦，因為佢相對售價一定係平啲嘛。咁我買一本書，然後先至再諗下，即係將來會唔會買啲其他嘅產品啦。係本書咧，你今次咧就做咗左揭右，即係美漫嘅揭法啦。咁咧有啲香港讀者咧就好得意嘅，一見到左揭右，屌一定係打大陸市場。但係你係諗緊香港人嘅。机械人嘛，咁其实你究竟 aim 紧啲咩？仲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哋头先话即系我哋呢一个 gen 七成系睇，咁即系你，但系你系咪净系想 aim 翻我哋呢个 gen， 定系其实你仲有即系譬如想揾小朋友系你哋嘅下即系新嘅目标咧？我逐个答啦。头先第一样讲嘅就话目标观众，其实我希望同我以前嘅睇嘅时候个年纪一样嘅，即系我八岁。我想要呢个年龄阶层开始嘅呢、这个第一啦，即系八九岁嗰啲僆仔，唔系佢哋，即系当我会喺个平衡，佢哋都开始睇嘅，即系等于以前我哋睇，我开始睇《三万零侠》就系你咁样开始噶嘛，咁我都希望做咁样开始，同埋所以我个故事唔会太复杂嘅，呢个系其一嚟嘅。咁跟住你话，所以点解我头先讲话，我哋由呢嗰时间睇大，你话另一个原因就系我唔系希望，即系目标观众唔一定系。我呢咁嘅年纪嘅，咁我只系谂翻当咁多年都冇人做嘅啫，即系只不过是中意，唔代表系我市场目标嚟嘅。我即系我大家咁中意而冇人做，我只系想我取去试下嘅啫，即系满足自己嘅呢、這个。其实并不是睇市场嘅，咁就睇市场同自己中意量都可以出呢两边都可以做到啦。咁跟住你讲嘅话，揭页方面啦，揭页方面咧，其实我自己心大啲嘅，我系希望出。英文法文嘅系啦，即系始终你横排字嘅话，其实你个全世界你都可以行到，咁点解唔可以有少少大字呢？就系咁啦。嗯，因为同埋呢一批咧，我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做展览啦，嚟紧。咁喺个展览度，当然我都希望去到欧美展览咯。咁你有啲信心嘅？有冇啲譬如今次喺展览嘅时候，喺动漫节你哋 show 出嚟嘅时候，有啲比较值得高兴，或者调翻转另外一个极端，值得非常之唔高兴嘅一啲体验啊？高兴嘅就系我心目中想睇嘅目标观众，即系其实我今年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冇嚟到动漫展啦。咁动漫展咧，由于我系比较新加入啦，第一年公司加入啦，咁唔知系咪呢个缘故，我就喺旁边咗嘅，就去咗儿童区嘅。你好彩啊！你就系想揾儿童做队长啦。嗱，呢啲嘢就冥冥中嘅就有安排嘅。咁我喺嗰个区入边咧，咁我就真系好多小朋友路过嘅。其实当然啦，我哋咁嘅售价其实系未必一个小朋友话帮得我要买千百蚊只公仔去买。咁我都万八先买，千百唔买。呢啲系少数嚟嘅，等佢大个先。细咗数目系啦。咁我但系。好多买法拉利，呢啲就好个别嘅呢啲，好似龙金威咁啊，同隔篱嗰个小学生讲：，你有几多钱咧？就廿零三十万啦。诶，亲戚啊嘛，要买晒啲机械人。所以我见到就系、是、真系我心目中嘅佢哋睇嗰班小朋友咧，系真系定咗喺度唔喐嘅。咁我呢个样，其实我觉得咦都几开心嘅，就系、是、因为我目标观众系佢哋，起码可以吸引到佢哋先啦。但系其实会唔会因为你搞啲嘢幼稚啫，先吸引到佢啫？嗱，调翻转又唔系，我起码落单唔多嘅，真心讲，亦都唔敢懒叻呃人呃自己啊。落单唔多，但系我好肯定，成个 booth 入边我哋有好多七八十年代做嘅玩具一表咧，影相位最多嘅就系帝王战记。我基本上我见到每一个行埋嚟想影相嘅人咧，都系影紧佢哋呢一批，系必然之选添。咁所以呢个其实我谂都打咗支强心针啦，就系、是、原来大家都中意嘅。但系用呢个做主题，会唔会担心有人话即系挂羊头卖狗肉，到最尾都系冇合啊咁样？尤其即系嗱，我哋第一期一睇，唔系最将一睇，系一见到。阿伟阿宝唔使谂啦，系咪？梗系个红帽大帝啦。系啊，你又真系咁胆写个红帽王喺度，会唔会都担心有啲，尤其系啲即系老鬼啦，佢哋系会有呢种咁样嘅？正因为大家咁嘅顾虑，其实我褪后咗一格嘅，因为咧我分成五个机器人啦，五个机器人咧有五个，我会用五个故事咯，咁出发嘅。咁呢五个故事其实我尽量我唔画嘅。
即系当然阿宝同我同阿伟就好有默契夹咗好多年，其实都有唔错嘅回响咧，都比率系好高嘅。咁所以一定信阿伟呢个行先嘅，而佢亦都大家都唔知嘅就系，其实佢系一个超级机械人精嚟嘅。呢个 jam 嘅七成里面嘛，佢喺七成内嘅，其实系佢系顶尖嗰啲咧，佢就系。哦 ，OK， 核心外围嚟，冇错啦。咁跟住咧，咁啊，咁一出到红帽咧，呢、這个其实即系其中一个，我就即刻唔谂啦，唔知点解鬼上身咁啊，宝系你噶啦，唔好讲啦。但系佢话最初推你噶，佢话最初是主角得，系咯，我咪好唔开心，你唔系嘛，你推我，跟住。举噶啦，佢啲咁型，推你推你咯。咁后屘我真系嘅，再三同佢讲嘅时候，佢都话：，啊，好，好去啦，去啦，去啦，咁样。但系其实佢心目中咧，原来唔系咁嘅。佢因为佢误会咗另一人，佢以为叫我叫佢设计，佢先推我啫。原来佢话画咋嘛，你搞晒噶啦嘛，咁啊得，咁就你冇叫我设计先得，咁大坛嘢玩死我你。但系唔担心啲读者有一啲既有嘅印象。嗱、这、呢个咧，其实我就唔理嘅，其实真心我唔理嘅，即系保处理嗰个红帽嗰个咧，我就唔理噶啦。其他我有理嘅，其他我都想有啲新嘅刺激。咁其实其他嗰啲我会揾啊，其中揾刚才嗰个五个漫画家啦，其中一个系 Felix 嘅，咁佢唔系港漫体系出身，咁而佢咁中意，梗系享晒到啦。其实系，咁我又相信佢有一啲唔同嘅效果出现嘅。咁另外咧就。我亦都揾到两个年轻人，我觉得我好欣赏嘅年轻漫画家嘅，一个就叫做刘广成，一个就叫做 Adam。咁 Adam 系啊 ，Felix 徒弟啦，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哋有，我好相信佢哋完完全全连少少港漫嘅养分都冇，佢应该冇睇过，你可能系。咁我谂唔会担心啦呢样嘢。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应该唔系大家预期啊，会唔会系港漫呢咁？我估应该唔系咯。模式系点样样啊？因为咧即刻就即系俾啲叫做俾多支强心针你啦。虽然都打几支啊，你哋喺动漫前。咁啊，有位听众就话啲机设好型，多谢。咁啊，另外有一位咧就即刻问啦，请问本书而家去喺边度买得翻？各大漫画书店。即系今日信送咗货啦。O、okay、K， 因为我寻日出信我都仲未。系今日先出货啫，可以系啦，你哋听日可以出去买啦。咁就，但系呢本只不过系序章啦。系实际上系谂住点样运作咧？即系譬如系厚岛精装一期完，然后陆陆续续咁样几个古仔、嗯。首先咧系因为呢样真系全新嘅，咁其实我都。即系我成日同自己讲心存谦卑嘅，咁即系我真系想拍抌咗出嚟先，佢个效果嘅时候咧就收集多啲意见嘅，咁我系有修订空间嘅，咁都系，我觉得设计咧，真心我就觉得改动唔大噶啦，因为我都对我嚟讲，去到我啲固执位，我觉得诶 OK 噶啦，就已经系，咁反而咧个故事写法同埋故事入边嘅细节位咧，其实我觉得仲有调整空间嘅。即系你头先讲系阿伟就用剧本贯穿，然后就画家就个个唔同，系咪咁意思？系冇错。咁所以入边咧就设定咗第一期嗰个序章，就嗰小说嘅基本上系五条机械人喺度乱乱地打啫嘛，其实系。咁我觉得其实中间我都想系一种测试嚟嘅，即系试到少少有我收到嘅嚟就已经系。咁入边会有一啲。一定嘅调整啦，咁跟住再而嘅就系话，我都会将呢个经验同嚟紧画嘅漫画家会讲翻呢一啲嘢我遇到嘅问题啦。咁跟住咧就会再而就嗰五位漫画家独立写嘅故事，我会跟埋个 figure 一套咁卖嘅，其实系会买 figure 送书嘅。咁即系，但系跟住之后往后，我哋会再下一步如何发展落去咧？究竟系 free 咗上去网站啊，定抑或系结集成书咧？呢、這个就后续啦，即系之后先考虑啦。头先有讲紧，譬如啲呢度系一啲初模嚟噶嘛？系头先阿豪就提过啲。书或者每一期个故仔，即系跟嗰个主角机个故仔，就会跟翻嗰个机械人就送啦。咁呢一度，我想讲嘅系，我想问嘅系，咁其实呢一度大约需要几多时间先至可以准备？其实全部嘢都喺度进行紧嘅，即系冇停过嘅。咁我哋首先其实已经接触咗阿袁家宝老师先啦，所以佢应该会系最快嗰个嚟嘅。
系佢听讲佢话开紧工，系啊，佢应该系最快嗰、那个，系啊，听讲。咁所以咧，其实 我自己都要开 turbo 尽快完成只红帽帝王出嚟。咁我 expect 其实三四个月后咯，三四个月就可以系啦、啊，即系始终朗胶系比较相对易做嘅。咁3D 有晒啦。咁其实调整微调少少位之后，其实我哋就已经开朗胶模，开朗胶模可能讲紧一个月到，做货个零月，所以三四个月后就应该差唔多可以第一只出到街嘅。哦，即系如果到时唔得嘅，就即系阿宝出咗问题，佢就 delay 咗。唔系，呢个我嘅问题嚟嘅，呢个我嘅问题嚟啫。系，因为到时即系始终做货，其实即系自己都做咁多年玩具，我成日都同人讲做玩具，即系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一个小学生嚟嘅。即系你每一次做玩具，其实你都会遇到一啲新嘅问题嘅。咁佢不停去即系 engine 啊各方面，好多即系公司其他同事配合去解决啲问题。咁即系你望住，喂，好简单啫嘛，件事都一定做到啊，就会出事喎。所以就系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嘢，但我哋都会调整嘅。咁但系朗胶应该耐极都唔会超过半年嘅。呢、這个真系有信心嘅。即系就由冇到有都应该半年时间到嘅，所以可以大约定住啲吓，即系比较 regular 咁样出一个 series。同埋其实唔系就系话只红帽嘅，咁其他嘢都一齐喐紧，即系唔会话喐完只红帽之后，另外一只有半年嘅，咁都唔会嘅，即系可能两个月后又有第二只，两个月后又有第二只咁样嘅。啊，咁啊，我想即系本序章我哋都睇过啦，咁其实坊间都有若干嘅评。有好有坏啦，咁我系身为一个衰人，我当然系讲差嗰部分啦。我觉得其实本序章我自己觉得最大个问题系个颜色好深，系啦。咁啊，开麦之前都同曹总讲过，咁曹总话其实佢哋出嚟见到成品都压得到呢个问题嘅，系啦，会再调整一下啦。其实咧，因为咧近年接触多咗街 job 啦。咁又設計作業入接，畫作業入接咁啦，咁我梗係想件事型啲啊，換下紙啊咁嗰啲嘢嘅。點不知換咗呢隻紙嘅時候，好食墨嘅，咁色係會濃咗好多嘅。咁呢個始料不及啦，唔好唔型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呢個其實之後會調整，就係呢啲部分都要調整啦。好似而家收到嘅，喂，啲名好似唔夠型喎，係咪要諗下咧？咁我哋又喺度商量緊啦。都調整緊嘅，係啦，即係所以其實全部都我開放，我都會做。继续调整咯，会唔会 logo 会唔会条龙收埋条龙好唔好啊？咁嗰啲呢啲我又全部都调整紧，即系我当然我都好希望，即系好多观众或者读者话俾我听你嘅感觉。即系当然啦，其实我咁多年我都收集意见嘅，但系听唔听系我嘅事啦。永远都系，我惯常都系咁噶啦。我有个即系可能系会比较复杂，但系可能对于俾公眾去再進一步認識呢個 brand 嘅一個諗法，就係、是、好似頭先咁樣講，我哋所有人大部分嘅人啦，睇機械人嘅作品係因為喺電視，係唔係喺漫畫？係，所以即係當然啦，呢度咁樣講係，如果你哋既然之前都有個 flash 嘅動畫嘅話，睇下呢個會唔會係一個令到你哋可以即係再行得遠啲嘅一個方法，因為畢竟我哋所有人。即系睇铁甲万能侠啊、三日啊、乜鬼嘢，全部都系喺透过喺电视度。咁而家佢哋转咗个 platform 喺网上面啦。咁亦都唔需要免费电视台去帮忙，亦都可能个成本可能相对低啲，我唔 sure。但系即系呢个可能工序当然会复杂咗啦。因为其实喺呢度咧，我会谂啊，就系话其实点解我哋会喺个动漫展嘅时候咧，我哋特登摆部电视喺度做一啲半动画啦。咁半动画其实喺美国已经好流行好多嘅，其实咁呢个系我哋都会其中一个方向，我哋谂噶可唔可以开发到呢样嘢，因为成本低啲，同埋又跨多一个媒介啦。咁跟住件事出咗嚟嘅时候咧，其实就未实嘅，起码又有啲人会话：咦，系咪可以做game 同埋动画咧？咁有啲人查询过嘅，咁我究竟呢啲会唔会系将来嘅合作咧？咁我唔肯定咯。但系就我见到件成品就都见到有人有兴趣问咯。因为其实我想如果我第一次见到是机械人的作品或者一个类型之后，我很想见到的是动画。特别是看了这么多年高达。有投资者。我睇嘅大户嚟嘅，我投资系时间嚟嘅，开麦先有详细倾。因为睇咗咁多年高达咧，其实高达嘅漫画系好虾人睇嘅，我觉得好睇过作者嘅
识唔识得画嗰个嗰、那个动感啊？我好记得就系画海道高达嗰个长谷川裕一啊，好似系。虽然佢画咗咁多套海道高达，我 challenge 佢系我戆鸠啊，但我系从来都睇唔明佢画紧啲乜嘢，我冇一次系睇得明佢啲宇宙战打紧啲乜嘢嘅。系。咁我系睇得好辛苦，咁所以譬如我睇《分得波》就觉得个作者系画得几简洁嘅，咁我自己系。咁所以我睇机械人漫画，我觉得系难度比较高，但系睇动画佢真系咁样喐出嚟咧，成个感觉系好好多。咁我希望见到。By the way， 俾多个 comment 啦，即系 I mean，因为我哋阵间转头有下一个节目。我嘅谂法系，我哋谂应该系话，我个人嘅谂法系帝王战记点样可以令到喺保留到一啲中式嘅元素之余，点样可以加？既然系用紧机械人嘅话，点样可以加强一啲系科技上面嘅武器咯？即系譬如啲剑，究竟有冇啲咩其他嘅谂法？即系我而家冇嘅，即系只不过我作为一个，譬如佢头先提起高达咁，除咗嗰两把可以插眼嘅激光剑之外，当然佢哋会用枪啊，即系啲战舰又会有多镭射啊，即系诸如此类。咁呢一个可能我估啊，可能系唔少睇机械人作品嘅。某一部分啦，因为有啲就可能会用即系星龙剑啊，有啲就可能会即系希望可能系有啲科技多啲嘅嘢咯。我好期待武则天嗰几对翼会变化学炮我望住你唔飞出嚟嘅话，就嗌回水啦。系啊，咁啊要有啲保留嘅。咁啊，《帝王战记》我谂系一个有趣嘅 starting 啦，即系喺个序章上面。我谂对于大部分嘅香港。无论是漫画迷、机械人迷都好，都是有一个期待啦。好不好，可能都要等之后继续做才会知道。是，其实要路要行的。是啊，因为毕竟是很久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在我接触漫画以来这么多年，应该是冇第一，即系应该三十年你都是第一套。有，我以前好像有一些嘅，但我又觉得。唔好做到好长同埋好有規模咁，系啊，即系唔系，就算有都系都唔系主流咯，系啊，肯定唔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有机会咁啊，希望啲听众都可以。原来我记错呢本书系20蚊，系买48蚊嗰本系旺角站嚟嘅，系争啲屈咗。咁啊，所以呢一度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你哋个网站度会揾到啲资料啦，系咁网站不停会 update 更新嘅，系啦。同埋我觉得最将大家试一次，即系既然如果我哋两个礼拜前话一封嗰度20蚊，俾次机会，出到嚟好定唔好再即系你嘅评价啦。系，即系你屌你事啦。系啦，咁我觉得都系试咗先，同埋提醒翻嘅就系呢个系最将同次定集嚟嘅，反而好似头先曹总提到嘅就系佢想听多啲意见，睇完之后闹又好，赞又好。俾翻啲意见出嚟，咁睇下之后出到嚟个成品会系点咯？唔系，我都希望即系真系集思广益啦。之后我谂希望属于香港嘅机械人故事系发展到咯。系好啊，本来真系仲想再倾多啲啊，即系时间唔系好够。咁但系唔紧要嘅，我哋之后咧，我哋都会同 Felix 倾偈嘅。咁啊，到时再等阿 Felix 将佢呢一个即系重机再同我哋分享啦。好，咁今日多谢阿豪，多谢 Ricky 上嚟同我哋分享，亦都讲咗好多我。即系因为我冇乜接触玩具，我唔系好知道嘅嘢咁啊。希望再一次同大家讲，即系吓，我哋就等钱使，你哋要捐钱资助我哋个台，我哋先可以请到啲嘉宾上嚟噶嘛。咁不如咁啦，你开多条 live， 跟住俾我众筹做动画。我照同佢哋讲啦，我都讲下啫。我哋筹1600000支酒都筹唔到，我哋筹1600000喎。系啦，风云嗰支酒我都买唔到，咁点筹咧？系咪？但系 anyway， 即系我谂你哋。无论是嚟紧嗰啲1000多蚊嘅机械人啦，同埋而家呢一本序章咧，咁啊，如果你哋有兴趣或者想知道多啲嘢嘅，我觉得你哋可以买嚟睇下先嘅，系啦。咁啊，至于佢迟啲仲有啲乜嘢要你哋货金咧，咁可能再等佢哋出唔同嘅产品，你哋到时再睇下想点样去 support 我哋啦，好嘛？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两位嘉宾，好啊。咁啊，我哋有机会我哋下次到你哋真系有多啲。嘢嘅时候，我哋又再祝你哋好啊，非常乐意。好，系咁多，下一次再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我哋今晚嘅动画题目。今晚题目系游戏王，阵间再见，拜拜。Bye.